近齁，很多人在提说有一些局处啊，因为什么工作压力太大啦，出走潮啦。现在呢，我也很担心，连你的副市长都待不了。我现在就要请教副市长，你会不会做好做满？我会做好，但不见得一定会做满。你别去到，我讲台语敢听无？听无？你讲是讲台语，你别去到。我等你出来，我那那都。当时你现在要重大宣布吗？你要做好不做满，所以你接受韩国瑜给你的邀请是不是？韩国瑜从来没有告诉我要去任何的选举，我也没有告诉他做任何的。但是你不是想说他支持你？那是记者问我说，你如果要选举，韩国瑜一定会支持你。我说这个废话还要问吗？废话还要问吗？就这样子啊。第二个问题，市长请回答。我很警报。我愿意为你。愿意，愿意。那我留不住怎么办？哎，你没还乐啦。没还，我假还乐啦。最近吼，洋洋洒洒很多人在提说吼，你这个有一些局处啊，因为什么工作压力太大啦，吼那个出走潮啦。我相信在座很多局长都心有戚戚焉呐，吼扛起这杯料一直在帮柯文哲擦屁股啦，结果就有很多的员工因为待不了啦，或者是害怕怎么了被清算或干嘛的，待不了都有。我希望市长要理解。现在呢，我也很担心，连你的副市长都待不了，因为呢，听说您自己也对外讲说韩国瑜很支持你。我现在就要请教副市长。你会不会做好做满？你要回答，因为你是人才，很多人好像都想要你，但是现在蒋市长岌岌可危。我不会做满做好。你不会做好做满？我不会因为选举就简单就这么样子。什么东西？你再说一次。告诉你，你个公鸡。你问我说有会不会做好做满吗？在这个位置上会不会做好做满？我会做好，但不见得一定会做满。什么意思？哎，做清楚了吧？哎呀，做代志啦，你要去到？我讲国语敢听无？听无？你讲是讲台语，你要去到？我等你出来，我那那落去。当时你现在要重大宣布吗？市长，因为你准备啊，我有要支持你呢。你要做好不做满，所以你接受韩国瑜给你的邀请是不是？韩国瑜从来没有告诉我要去任何的选举。我也没有告诉他做任何的。但是你不是想说他支持你？我没有这样讲。我那一天大概在这一个也讲得很清楚。那是记者问我说，韩国瑜如果这个你如果要选举，韩国瑜一定会这个支持你。我说这个废话还要问吗？就这样子啊。但是你多得过来说做好不一定做满这件事情、是倦情了吗？因为要不要做满有两个条件嘛，一个。我愿不愿继续再做？那你愿不愿意？第二个是市长愿不愿让我再继续做、本来就这样子啊。好，那第一个问题你回答，第二个问题市长回答。OK， 你愿不愿意嘛？因为我们像我刚刚就讲，现阶段我很愿意为台北市来工作。那你有什么委屈？但是能不能做完，我不晓得。来，第二个问题市长请回答，因为副市长很重要啊，大都跟时代就副市长在管的啦。我很警报。我愿意为你，愿意，愿意，愿意。那我留不住怎么办？哎，你没还乐啦？没还，我假还乐啦。大都跟时代，不要喊口号而已啦，副市长。我金啊，我歪亏啊。好，我们党团的各位同仁哦，我们注意一下时间。百万订阅大突破，台视新闻 TTV News， 感谢有你。重要直播随时掌握，时事新闻不漏接，一刀未剪，新闻看得更完整。国际重大事件 ，catch 时事最新脉动，按赞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